就嗨，大家好，这是没有人的新手村心理建设篇，大概吧，就是多几只猫看一下，看会不会比较亲切这样，对。然后我是大柱，然后目前在救生团担任没有人，然后三个关键字是挖坑、推坑，然后还有标注影像，然后专场是打杂工，所以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我。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大中，然后第一次提案，然后所以其实我还蛮想找个纸箱躲起来的，对，真的。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因为就在深坑，所以我就在这里。你马上要回头一下吗？深坑，深坑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所以一切都是阿布的魔力。那好的，我们回归正题。听说我们今天总共预计有140位参与者，然后听说有50位的新参者。那我刚刚看了一下报到率现在大概是50%左右，所以依照比例，我们现在应该有25位左右的新参者。如果现在正在现场你心里的这种感受，就是我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在干嘛？人这么多，我真的到底应该要做什么的？那如果你会有这种感觉，没错，我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专案了。那如果不会的话，我想你就是等一下可以帮助我的人了。对，就没有人的新手村，你的黑客中向导，让你不再迷失在茫茫的食物海中，找到你自己的定位，应该啦。然后新手村适合给就是你第一次参加大松，然后可是不知道干嘛的你，然后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社群活动，不知道社群做事方式是怎么样的你，然后怎么有这么多的网页工具都没有看过，我已经想放弃的你，然后因为太害羞不敢跟大家打招呼的你，对，然后更多原因，总之你来了，对。那我需要什么协助呢？我需要就是有现场熟悉社群文化，愿意跟新伙伴解释分享的你，然后愿意指导大家使用新工具的你，然后有任何兴趣协助，就像黑客松大使一样协助大家认识新环境的你，对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跟大家聊天，看看有什么他们有什么可以捡走的人，也都欢迎你来，对。那这是我现在已经写好的共鸣，大家可以输一下。然后等一下，或者是你直接去提案页面看也可以，对。然后你可以在 Slack 上面 @dask 找到我，然后或是 Telegram 上面 @dask 1230找到我，对。然后就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，然后顺便广告一下自己的粉专，对。然后就是瞄准一下，就是喜欢看猫的，就是欢迎追踪一下，帮我冲个赞。我很希望在我年底生日前可以破千赞，现在821个，对。对，然后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。